哈哎呀，请不要乱画，不要乱，不要张开，辛苦你们很多位置可以进来听。对，啊、真的吗？外面有蚊子啊，不是。突然听到自己那个可能有记忆的歌，可以留下来听一下。对，那年轻的朋友真的，就像刚在讲的，就当那个上礼拜刚出买不到专辑，好吧 ？OK、哦。下面这首歌，哦，每一个年代都有自己所谓的那个青春玉女的歌手，或者是所谓的偶像歌星。现在的玉女歌手是谁？或者我说女生是谁？对啊。所以你们这个年代，谁？谁？你们那个时代啊？我这年代吗？啊，你旁边的小姐。她比较年轻啊。啊，她比较年轻哈、啊。杨丞琳啊，杨丞琳、哦，有听过？抱歉，我不会唱那首歌。没有，他中间假如少一个陈的话，杨丞琳我们就很会唱。我们那个年代有一个真的是玉女歌手，哎，她叫做林慧萍。没有听过哈。他们一直很勉强的点头。这首歌呢，听说是不是听说应该是台东人做的啦，对，是啊，只是那个明辉，应该不是浩文认识的明辉，对，不过这首歌后来出来了，他把林慧萍带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高度，对，后来就出了很多的歌曲，他除了《倩影》以外，那个《白纱窗的女孩》啊，什么？忘记了，突然忘记打劫了。王先生知道吗？啊，不知道。好了，你比我年轻。王先生，你知道《白纱窗的女孩》？知道。那后期的话，你们比当上很多《初识依旧》啊什么的，好吧？看这样也难知道了。啊，那很难知道了。你就唱这首歌。可是这首歌，开玩笑，到现在那个卡拉 OK 还是那个呢，经典的那个点播非常高的。你要站起来，这个。哦，真的哦，啊，好。我俩诺言。
三位那个 日本朋友其实是我们日本的朋友的朋友，对，金子，对。那么也因为这样哦，就是我们不止在谢谢他们来台湾看我们啦、啊、然后其实我们到日本演出的时候他们也会在，对，然后很压抑啊，然后昨天他就来，真的，对，其实昨天我只有在外面，今天我在台上